里面，然后没有吹痕往外，这样来轮会更快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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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功成身退了，谢谢你们。耶、yeah, ！竟然没有加入我们。没有。很愿意耶，有有有有有。他没有玩到。耶，没有玩到。来，来，追着往前，往前进。啊，没有了就来，你们就退后了哦。剩下这几个哦，这几个要 PK 了。你要去找。来来来。我们就去找。都在这里。就没有做这个了嘛？做这么近的了嘛？啊？因为没有做。还是要啊。还是要啊。我们到最后会筛选最后一个吧。哦好，好。冰冷料没啦，冰冷料。对啊，等冷料。一个人按两个冰冰。这样比较快，可以玩家快速度。可以按一颗，可是要被吐痰的。你不是有吗？可以，有啊。对啊，按你抽进来啊。抽进来啊。你要抽进来 PK 啊。来来来来。怎么了？来吧，我们玩会一点。时间到 ，PK。有三个组一个团。这样我速度要快啊。两颗。你要先连上去。哎，少了一个永成。一个人要按两颗，他们讲的。有贴纸的。好，开始了。要贴纸，要贴纸。一个要按，一个人要按两个。你一定第一个中的，你第一个中的。我这还一杯的水给我。很熟。来换。可以不用换了，对，来来来，绝对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摔啊，抢鬼了，摔了，摔了，这个也是，来第几排？帮我试一个哈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哦，来再来倍数，六。我还要带五个就好了、哦，没有，我很需要五个哦，没有，总共六个。多少多了？我有六个名额。还要玩呐、啊？我觉得我高了。玉倩也说还要玩呢、啊。哎、欸，要坚持到最后。哎，没关系，那没关系。来，往下。你会不会又是？他两颗啊？对，因为两个。两个。要按两个哦。摔的按两个，走，走，还有一个。什么都按两个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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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没有，没有，对啊，没有，没有看到，你掐起来了，你看到了，没看到了，五，五，五，不是，哇，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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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下还要做，快点。
我们搞定，可以坚持一下，没关系。一下，帮他一下，那么简单。你要倒着做也可以。一下，好，没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太幸运了，太幸运了，他飞掉了。好，快快快，加快速度。我要选六个车，幸运儿，对。你进几个？没事，三个。我不会退你的钱，我不会退你的钱。非常，不会很衰啊。
好，来来，等一下哦，你先处罚完，我们那个很衰的有六个了，其他可以测了。好了，我们测了，对。啊，威龙舍不得离开我。我们才组的，你要单飞了。好可怕！我单飞了。来，赶快，赶快，十个了，没有了。好，来，然后剩下那个很衰的有六个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加快速度哦，也是玩两个，两颗两颗啦。我会选出烧的非常衰的。我不懂，你要三颗。你要三颗也可以。三颗。对，那是因为已经有一个，所以我们再甄选两个非常衰的就好了。我们要选三个。非常衰，然后第四个。麻烦，对，那你就不要玩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已经下你是女王。来，剩下几个？来换换林夕啊！再五个嘛。一个，来，四个来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来，好，就四个选两个，对，选两个，来，四个选两个，两颗两颗来，不会中，下去都是，还要三颗了，非常衰，还有一个非常衰的，我跟你拼的，来，然后他在做的同时，来你。你可以再按，可以快点，因为我要选三个，就那个，就你们两个，又吵啦，给他。哦，好，换他，还一颗，你要三颗哦，我们都三颗啊，对啊，欠补啥的呗，欠你的啦，非常衰，来天，谢谢你们，好来来，剩下三个都在来，你们三个来。好，可以站起来了，不要再坐了，来站起来，非常衰。你们要夺冠哦，夺冠哦。这个先借放在你身上。好了，来。哎呀。你们想按两颗还是三颗？四颗。我想玩。你们想按两颗还是三颗？我们先想好。两颗好了啦。有一个可以。好啦，来，你们也是，你们就剪刀石头布，看谁先。剪刀石头布。你最后按嘛，来剪刀石头布，一二三，好，一二三来，红回中，对，来两颗，快点，快点，来来来，会的，会，来天嘉禾，耶，来那个，来我跟各位讲一下，2018年最最小的。还有没有？可以。有吧？三。来，我要颁奖。哇！大家都以为玩这个都不想要按到那个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人家说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又一村。如果我在这游戏的时候跟你们讲说啊，哈，被咬到的一定会得到这一关，你们都很容易很想要被咬。啊，大家不是都一直躲？其实啊，哈，要为了他辛苦，我们不是说很衰，那只是好玩呐。那最后呢，冠军就给他，因为咬得很辛苦，然后做得很辛苦，所以就得到一。那最后一次还没做啊，要辛苦才有代价。你先做完，你先做完。四。第二个。八下而已，下次把倍数提高，那你要下来晚啊，你要是讲倍数提高，我机械觉得很无聊，因为他都没做到。好，来，来，我们把这个颁给嘉禾。好，好，太好了。最后，我想要请大家，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做一点点公益。做公益，然后呢，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小游戏啊，哈，要提供个奖品啊，我们待会哈，包含我，我们都会加入，就是我们待会玩那个什么猜拳，对，来，我讲，我希望你们
每个人捐50块。但是呢，你们50块有这个游戏券，然后我们会捐一个很新的，我们就是捐一个新的书包。但是这不是小朋友在背的，而且这大人也可以背，全新的没有用过，这是日本的那个书腰的一个书包。我本来不想要。对，然后它这个就是它就是厚软，但是前面是很坚硬的。对，然后它里面有很多功能的，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，完全新的，对，会有那个新的味道。对，然后这个价值1000多块。我们捐出来，但是我们希望做一个公益，就是你们50块去获得这个权，好，这个玩游戏的权，你们去玩猜拳游戏，赢的那个人捐的那个钱，我们要请哀家姐以她的个人名义捐给13机构，这样好吗？就是赢的那个，假设说是那个，假设最后是我赢，好了，对，不可能，就用我的名，就用我的名字捐，好，对，啊，怎么玩？怎么玩？比如说，我们两个拿50块出来，你也拿50块出来，我们两个猜拳，猜赢的人把对方的50块拿走，他需要2个50块，于是他再找下一个人，再赢，再拿。你不能一直躲在旁边哦。啊，那如果你已经拿到200块了，可是你下一把输了，不好意思，你4个50块都要全部拿出来给对方。听得懂吗？懂哈。你是拿出来都一百啊，不管你赢多少，你只要一输，全部都要拿出来。啊，你们现在就找两个两个。对，你要拿两个两个。用零钱换。